现在去澎湖，要来挑战，会不会晕船？车要吗？已经吃好晕车药了哈。现在我们要进去喽。吞下去，不要再咬了。咬一咬，吞下去，晕车药呢？吃完了，我开始吞很快。船喽！记得收衣服哦。擦防晒哦，准备好了，呕吐袋准备好哦，带过了，谁愿意这样啊？哦，你上来就晕了，我们玩游戏吧。已经有 OK 出来，而且速度好快哦，一个小时多，大家床晃得非常的大力，乘风破浪的感觉啊，有没有晕了？哦，我都快晕车，去海钓船都没那么晃哎。下来。我怎么发现大家都打了？放飞！没想到，没想到也坐一个小时的海盗船。我跟他坐80分钟。足足一个小时的海盗船。嘿，爸爸，你在干嘛？这是围兜兜吧？这样会不会不小心拖到里面去啊？你是这样子拖啊？想拖的时候就……大人都会受不了，已经有小朋友吐了，大概有两三个小朋友陆续吐在垃圾桶里面了。现在整个客场主要充斥着呕吐物的味道，好晃哦。因为爸爸已经睡着了，不过这种情况下就是要睡觉才不会吐出来。从头到尾都没有，刚点，我从头。
有想吐了，睡完澡，睡好之后起来就没有想吐了，别人都差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我每次都吐不了，我只有第一次去露营的时候吐了，哪个？你第一次是吐，还有我吐啊，因为你都喝苹果汁呢，你都在喝那个。这次坐船已经有风浪超大，上船大家都吐。所以你有推荐，如果大家这样子坐在一个小时的快艇的时候，如果你不会晕船，然后最近风浪都比较小的话，你可以坐。如果风浪太大，然后你原本身就很容易晕车的，千万不要。而且我先跟你讲，我那时候请赶快晕车要最好吃，然后上船赶快睡觉。睡不着的就走。这一次的坐船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最后我们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开始玩澎湖喽！我要做冰阿伯给一咖啡。